我觉得还是抽一下好了，反正611嘛，而且我们应该也不一定会抽到底吧，对吧？螃蟹。当你喜欢的角色加倍，但是你却抽到别字，我们称之为了 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轩的实况》，我是轩古烈，节目晚一点 ，Love Life Squad Festival。没错，我们今天终于要久违的抽卡啊！啊，各位看官，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勋玩 SF 的实况？我必须跟你们说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大家都知道，前阵子这个其实从大概去年开始啊，这个 SF 就是一个月会出一次特待生圈，又跟一次双人 U 啊。然后基本上呢，我也是本来爱心大概有1000以上吧，然后我就出了就抽，出了就抽，然后就。爱心就一直处在很不妙的状态，我甚至之前七夕祭典的这个不是七夕祭典结婚的这个卢比药，我氪了应该有4000块左右的台币，去对抽到有，然后那一次就让我真的是有点觉得有点太超过了，我就想说可能就是稍微冷静了一下，所以这之中有很多 U 啊，其实我是没有去抽，我当然也是有一点想抽啊。包括8周年的 Nico， 当然我也想抽啊，但是就断舍离了哦。对，然后好不容易过了一阵子哦，我才慢慢的让爱心回稳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有611颗 Love Custom， 还有券后券有几张我看一下哦，有22张啊。所以呢，我想说这一次这个水族馆 Nico， 今天我录影时间是下午3:10哦，3点才出的。对，我游戏。3:01，我马上开游戏看啊，果然是 Nico， 好不好？而且呢，我觉得这次的 Nico 有点可爱哦，对啊，而且发型也是新的发型耶，而且我也蛮喜欢他把头发放开，我发现好像放发啊、侧马尾啊，还有这什么包包头吗？可能是包包头吧，对啊，我觉得还是抽一下好了，反正611嘛，而且我们应该也不一定会抽到底吧，对吧？螃蟹，我已经被你压榨的够多了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对我好一点的，螃蟹，你这一次应该让我早一点抽到，对吧？好不好？好啊，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直接来开抽。而且我觉得这次他两个 Nico 这次两个表情都还蛮可爱的，对，就萌萌的。如果我们要 Nico 版本，他就是眨眼哦，而且那是猫猫嘴吗？欸，猫猫嘴，我觉得其实这次是真的有抽的必要，对啊。相较之下，为什么我会去放弃那个8周年？其实我也想抽啦，但是有一个重点是，如果他的服装是阿卡，我说过了，服装是我其中一个重点哦。虽然这一次我会抽 Nico， 服装的占的因素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我其实对约会服，就反正这种约会穿的衣服，其实是抱有一点好感的。然后再加上这次 Nico 不管是发型或是这个表情，发型表情其实都有打到我。相较之下，我觉得8周年其实还好啦。对，毕竟我讲一个重点啊，我觉得8周年跟7周年的 Nico， 他们除了服装不一样之外，整个卡图的通知性我觉得还蛮高的。那我有7周年 Nico， 其实就没有到那么想要，对吧？就是这样。但我当然是想要，只是爱心有限的状况下，你就得去做选择。然后七夕。不是七夕祭典，首次参拜 Nico， 当初日版为什么会放弃掉？也不是说放弃啊，其实我是想抽的，只是那个时候爱心全部给那个5000万玩家纪念灯铃，所以其实我也没得选啊。但是如果说你说首次参拜跟这次水族馆，我好像稍微喜欢水族馆一点。我如果会想抽首次参拜 Nico， 一个很大的重点应该是他的卷卷双马尾，对，然后。和服吧，对啊，和服，我觉得和服我也想抽啊，和服我也想抽啊，你不要忘了我有多么想要那个什么那个七福神篇 Nico， 我对和服是有兴趣的呢，对啊，应该说首次在卖 Nico 是服装打到我，然后水族馆 Nico 是服装加表情加发型都打到我，这就是差别了，所以。对吧？
我觉得水族馆其实我也可以不抽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不抽哦，我可以不抽这一次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七八月 SF 有两个月的时间，再加九月，他们曾经在九月出过泳装，七八月都可能你随便在某一次的特带生全游，或是某一次的双人 U 啊，都有可能看到泳装。你觉得我会不想抽吗？我当然要那个啊，防范一下啊，搞不好那时候我爱心不够，但是我还是抽了啦。反正一来，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有点久没有出抽卡实况了。二来是，其实这次 Nico 真的，我觉得再忍的话，我有点忍太多了。因为这一次我讲过 ，Nico 是这一次水族馆 Nico 是服装、表情、发型都有。我发现我最近对约会服特别没有抵抗力，可能是因为那个吧，可能是因为看了 VTuber， 有些 VTuber 会穿约会服啊，就常服啊，他们说常服就是那种平常放假的时候出去玩会穿的那种服装，我可能对这种特别没有抵抗力吧，可能不知道，可能因为最近疫情大家都待在家里，所以就很想跟某个女生出去，虽然没有疫情这种事情我也办不到，对，那就只能在手游里面满足自己啦，对吧？所以现在我对这个服装的抵抗力反而可能比其他服装还来得低，说不定比泳装还来得低，有点难啦。但是我最近对于约会服特别没有抵抗力，对吧？所以然后我跟你讲，下次可能双人 UR 就出个约会服的卢比了。我跟你讲，有可能哦。你看他现在就是开始会连续出一些属性类似的。你看上次特代生 Nico， 好像上次 Muse 活动就是特代生 Nico， 然后你看下一次 Muse 的双人 U 啊是什么？又 Nico， 他就是要吊我啊！他只是刚好我特代生圈又 Nico 没抽，不然我就连抽两次，然后我就没有石头了。我觉得我现在螃蟹的思路很明显，他就是要吊我啊！我去年我乖乖给他吊到。啊，今年就我稍微克制一点这样。好啦，22张单抽券快被抽完了，等等就可以很快的，就是十连了，11连了。啊，就要开始花爱心了呢。第22抽也没有，啊，22抽没有。好啦，我想这也是正常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抽双人 U 娃了，对吧？不知道这次久违的开壶哦。哦，抱歉。久违的开壶状况会如何？来，第一次11连，哦，这个有跑、哦，羽毛有33，可以吧？33是蛮欧的啦，但是我觉得久违嘛，这么久没有抽双人，难得回来抽，哦，这个是 Nico 对不对？这是 Nico， 我不用打第四名就卡你吧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我承认有点欧啦，所以有人可能会很不爽哦。但是想想看嘛，我进入了这么久的爱心荒，我还有560页，可以吧？对吧？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接下来会一直出，他七八月还会一直狂出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卢比啊，然后之后我还要准备那个生日抽，我要多抽一个那个嘞，黎奈，我要多抽一个黎奈的生日抽，我接下来花不完，而且 Nico 生日剩没多久嘞，剩不到两个月嘞，我要准备 Nico 生日抽嘞。然后中间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东西，可以了吧？我觉得螃蟹应该要施舍我一下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合理吧？说得过去吧？好不好？好啦，那非常感谢螃蟹这一次33抽让我入手水族馆 Nico， 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次抽卡实况差不多今天告一段落啦。那最后还是不免俗的说一下哦，这个 profile。各位看官，如果想加勋古烈的好友的话 ，ID 在这边哦。国际版的 ID 我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。那基本上就是，你只要影片下方留言，让我知道你是我的看官，然后再提出申请的话，基本上我都会接受。然后非常建议，请不要在游戏内里面传讯息给我，因为我很少会去看，我可能过个十天才会回你，甚至更久。所以建议都用影片留言的方式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麻烦大家。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抽卡实况差不多先到这里啊。
对，差不多就先做到这边啦、啊。那感谢各位看完今天的收看，我们这期实况就先做到这边、啊。好，那下面今天实况就先做到这边。好 ，Let's go next episode。如果喜欢你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一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想继续看的话，可以影片留下方一个订阅。从现在开始，成为看完别人的点数，按下铃铛。对影片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。你今天是面部最大动力，有没有专在 B 还有 IG？ 好，那下面我们就下次再见、啊，拜咪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啊！准备好了吗，孩子们？是的，船长。太小声喽！是的，船长。哦。